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二页。第二行，第二行，我们从第一句看起，如是十声，随举一声，摄于九声，故曰多声入一境相观。如一声有十声互作。夜夜毛孔，夜夜身份，夜夜知觉中，皆有十声互作。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多声入一的境界。这个境界微细到什么程度，在正报完全从我们身上讲，每一个毛孔，每一个身份，每一个知觉，通通都有。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如果从医报上说，每一粒微尘，用现在科学说，每一个基本的粒子，它是构成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舍身互作的这个功用，遍法界虚空界，那这个物质现象里面包含着虚空，虚空也是物质现象。我们从这个地方稍稍能够体会诸佛如来在哪里。难怪明心见性的人常说，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有没有说到真正贴切处呢？没有。如果要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别人不懂啊。这两句话还行，一般人呢还都能接受。头头是道，左右逢源。用现在科学发达嘛，一般人都知道，都懂得一点科学常识。那么是每一个基本粒子，每一个毛孔，全都是比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更亲切了，更进一步了，这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这个身哪有生灭呢？
啊，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现在在华严经上啊学到了解悟啊。啊，下面结了以后，信结结了以后，哎，要行证，我们要去做啊。啊，行是什么？行就是放下，证就是此地讲的六观。看破这真啊！啊，行证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古往今来，一切众生，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安全感了，注意想想，无论你有多大的财富，无论你有多么高的地位，没有安全感。我们人间如是，天上怎么样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相信逃离天地玉皇大帝大概也没有安全感。啊，再往上去大梵天王、摩西受罗天王，他有没有安全感呢？没有啊。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超越六道轮回。肯定没有安全感。啊，我们很幸运。诸佛如来把这个宇宙人生的奥秘为我们揭穿了。我们要是真听懂了，有没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是个妄念，放下就是嘛，哪有什么安全不安全啊？那为什么呢？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嘛，从来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心就踏实啊，踏实之后啊，那就跟诸佛菩萨一样，随缘消业呀。啊，这在我们先前做的随缘消业。啊，观念当中是没有明天。你想明天打妄想，明天没到，昨天已经过去了，别想它，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我们活在哪里？安全感是活在当下。我现在很安全呢。啊，活在当下多久呢？再告诉诸位，就在当下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很安全。下个小时没到，别去想他。啊，再跟你说真的，5分钟；再跟你说真的，1分钟。这什么？这叫会过日子。这个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佛菩萨不会想一秒钟之前、一秒钟之后，不想，就活在当下。这叫华严境界。啊，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业障深重，我们当下这一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啊，我们现在明白很清楚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修行正果。到最后总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隋唐时代的古大德那都不是普通人啊，有修有证啊，为我们说明佛号
展开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展开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啊，归纳起来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你常念这句话，把十方三世所说的一切经教通通都念完了，都不离开这一句名号啊。你说这多殊胜啊，什么样的经法消不了的业障，这一句佛号能消？佛号到底起多大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啊，你的心信解到什么程度，它就起什么程度的作用。你要不信它，念了不起作用。你有一分信心，就起一分作用。你有十分信心，它就起十分作用。这是真理呀！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应该要放下。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是自信的德号。那我们要把它念起来。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一叶毛孔，一叶身份，一叶知己，皆由舍身护持。这话说的妙不可言呐、啊。下面给我们举例，或以眼处作耳处佛事。啊，这眼根呢，耳根呢，眼本来是看的。耳本来是听的，现在怎么样？我们用耳啊，用眼呢来做耳，耳是听啊。我现在用眼睛听，佛是佛是觉察，我用眼根来听。行不行？行。六根互用啊，这就是讲的舍身互助啊。举一个例子，举六根互用，或以耳处做眼处佛事，耳是听的，眼是看的。我不用眼睛看，用耳看，行不行？行。耳也会看。哎呀，这个事情你看，你想想江本博士的实验不就明白了吗？那是水呀，他又没有耳，他又没有眼，他为什么能看能听啊？还能懂人的意思，能懂人的意思，在一般讲啊，是第六识跟第七识啊。啊，是一根呢、啊。啊，一识跟一根。谁有一识跟一根吗？为什么他能看能听？你看，谁都能够做眼处佛事、耳处佛事，何况我们这个六根啊，非常明显的证明，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彼舍身意亦复如是，何以故呢？正是大智妙观，法力加持得如是啊。只要你正得大智。前面讲的六智，妙观是
这一段我们学习的六观啊，你只要把这个能做到了，你就能六根互用，你就能十身互作。那我们世间人讲的神通广大，不可思议啊！啊，这是什么？是我们自信的本能。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讲这个事情。我们自信里的本来是这个样子，现在能力丧失掉了。为什么丧失掉了？因为你起了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的智慧德能障碍住了，并没有丢掉，只是障碍。我们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放下，我们自信里面智慧德能就现起来了，就恢复，一点都不稀奇啊！啊，是真正听懂了、解悟了，我们就得到心安。古人一句话讲得很好啊：“理得心安”，这个道理你得到了，所以你心安了。那么换句话，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没有搞清楚。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那你搞清楚之后，问题解决了。啊，山河大地。草木诸位，无情之物，皆是吾等有情之类，身心造作之应现。啊，这华严经上讲的，我们这个论文上第二段讲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从哪里来的说明了，也是随人之能情，这个能是无能啊，情是情实，也是随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成的现象啊，山的像，水的像，河川的像，大海的像，怎么成的？啊，自信的本具是因，人伦之情实，啊，情实就是分别执着嘛，那是缘，啊，因缘具足啊。果报就现前了，这山河大地是这么成就的 啊，所以他有见闻觉知，他有受想行识啊，他有眼耳鼻舌，鼻舌身我们见不到，我们只看到这身相，身相山，山的身相啊，海，海的身相，我们只看到这个。他哪个地方是他的眼睛，哪里是他耳朵，我们看不到。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呢？夜夜毛孔，夜夜身分，里面都有眼耳鼻舌身。啊，你看我们的一根毛孔啊，一毛端呐、一粒尘沙了，那谁是一个分子啊？分子在分析的时候，那就是原子啊，水的原子
这学过化学的都知道啊。啊，它是原子电子组成的嘛。啊，所有一切万物都不例外。全是这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个样子不一样呢？波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它现的像不一样。但是这个像里面的性里面的实完全相同。弥勒菩萨跟我讲，念念成形，形皆有实，那讲得这么清楚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通通都有啊！你怎么能说他们有呢？啊，所以他也是，也是随人之人情成相而慈悲态。啊，臣子拜太啊！啊，底下的话重要了。人心醇厚，必感得大地稳固，山河秀丽，五谷丰饱啊！啊，再举个例子，所以《地藏经》上讲这个大地。坚牢地神，你看这里讲大地稳固啊，《地藏经》上讲坚牢，那这那人心醇厚才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人观之可悦心啊，我们看到心里生欢喜心啊。啊，我们吃五谷杂粮，食之可为体，啊，养我们的身体啊，叫卫生呢，啊，互为生养，彼此感应，啊，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关爱花草树，要照顾它。要关怀山河大地，也要好善意去照顾它，不能随意破坏啊！啊，这个就是互为生养啊，对人、对动物、对植物、对矿物、山河大地、对自然现象。都要知道互为生养，彼此感应啊，他能够感应我们，我们也能感应他真诚供养，此是正道。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够化解灾难。那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反其道而行啊，那麻烦大了。若人逆人而行，不孝父母，不敬尊长，不爱弟兄，啊，不信朋友，麻烦大了。你完全跟自然大自然的法则完全相违背了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顺着人伦，这是正道。这是天清地灵啊，善后秀丽啊，美不胜收啊！啊，这才叫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如果是逆人，麻烦大了。现在的社会逆人啊，啊，
不尽本职。啊，我们做个人，人的本质什么？人的本质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人的本质啊。我们今天做的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是圣贤之教而不顾。肆意放纵啊，这是现在就开放啊，啊，那么你感得的大地，这里告诉你，你也感得了，大地不稳了，啊，不稳怎么样呢？大地会沉到海底去，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啊，科学家了找到了根据，啊，在研究地质学里头发现了，啊，地球这个大陆的板块有没有整个沉到海底呢？有，啊，有许多人都知道，科学家给我们的信息。啊，说这个地球在5万年到6万年之前，他说地球上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发展比现在还高啊，他们那个时候用的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取代的，所以很干净，没有噪音，没有燃物啊，飞机汽车在路上没有声音的。啊，速度比我们现在还快。啊，科学发展到基础了，人把伦理道德了抛弃掉了。啊，也不再相信宗教了。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大陆整个沉下去。沉下去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大西洋。这为什么叫大西洋呢？以前那个地方是大西国。啊，大西国整个沉到海底上去了。啊，有预言家告诉我，大西国将来还会浮起来。啊，就是大西洋那边还会浮起来。啊，可是大西国浮起来的时候，现在的美洲跟欧洲要沉下去啊！听说大西国浮起来是好事情啊，可是听说是这个美洲跟欧洲要沉下去就又害怕了，希望它还是别冒起来好啊！可是这个有这个迹象，海底啊渐渐往上升。啊，潜水的人员到海底里面去探测，确实有几万年前大西国的遗址，在里面看到一些东西。假如我们人真是逆人而行，不尽本分了，不再相信圣贤的教诲呀、啊，我们是意义。专横，恐怕我们现在住的大陆会像大西国一样沉到海底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地不稳啊。那有没有可能呢？很有可能。科学家警告我们啊，确实有可能啊，现在大地不稳。你要记住，为什么不能不稳，就是我们逆人而行。那我们怎么挽救呢？挽救的是心，人心醇厚，
问题解决了。这个大地的密度啊，它就减了，就变成坚固了。可见得消灾免难啊，化解这个地球上所讲的自然灾害，有方法，有理论依据，不是做不到的。那我们东方要把圣贤的教诲找回来，西方要把宗教里面圣人的教诲也得找回来，这个世界就有救了。要不然像现前这个样子再继续下去就不得了啊。大地不稳，借着山河崩塌了，五谷无收啊。五谷无收什么？现在大家也许都晓得，提出来粮食危机，五谷无收啊，粮食危机就现前了，人没得吃了，人身陷其中，求出无期，同父俱亡，此乃邪险。思之，应回其前过，行使人之行使人之天之，方化莫皆浩荡，不愧为万物之灵的成语。这段话多重要啊！跟我们所学习的这部论相应。贤首过世在这里讲的就这个事情。贤首过世是根据释迦牟尼佛华严经上说的。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印证。灾难有没有？有。为什么有？地球上的居民心性不善所造成的。我们佛门做这些护国息灾发挥有没有益处？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真有。这话怎么说呢？看做发挥的人，做发挥的哪些人呢？所有参与的人，不是一个主法的法师，所有参与的人诚心诚意做这个发挥，发挥里面那些经论的教诲，真的懂得，真的依教奉行，真的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那这个发挥功德殊胜啊。他真回头了吗？从不善回到纯净纯善，那善后大地又美好了，大地又监牢了。不再不稳固了，使这个世间风调雨顺，五谷丰安，人民安乐，
什么灾难都没有，所以都在人心的。化解灾难就是让大家都明白事实真相，劝导大家都回头。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回头，灾难就能化解。这一个人修福啊，那99个人沾光啊。希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正慈大智妙观法力加持得如是故。下面引经说经云：或以多身作一身，或以一身作多身，或以多身入一身，非一身末多身生，非多身末一身生，皆有身定力故，得有如是啊。何以意境入定，同境起；何以同境入定啊，意的意境起；何以一身入定，多身起；何以多身入定，一身起。故曰：多身入意境相观。这些话，我们把它总结来说，就是华严经上常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那一这里讲的是一生啊，我们讲现前这个身体也行，其实如果你要知道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一生讲得很危险。就像前面跟我们讲的，夜夜毛孔，我们这身上有多少毛孔？要在物质现象里面，医报里面讲，夜夜微尘，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微尘？这个世界有多少微尘？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有多少细胞？每一个细胞，每一粒微尘，现在我们知道，它包含着有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能量。除能量之外呀，它还包含着圆满的信息。信息是什么？阿赖耶。能量是什么？能量是波动。有了波动，就生物质现象。所以夜夜毛孔，夜夜微尘，里头含的是圆满的，不是部分的，全体啊。我们身如是，外面环境也如是，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影响他们，他们的反应也影响我们，这就是互作，此地讲的
舍身护作。啊，舍身舍它是代表词，它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代表究竟。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这个境界是不思议境界。啊，是自己的性的圆满的显现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众生是迷而不觉。啊，诸佛菩萨障碍放下，觉而不迷。啊，迷而不觉的人很辛苦。这辛苦全是假的，不是真的。虚妄的，就像做噩梦一样，啊，在梦中吓死了，醒过来之后，哎，幸亏好，是假的，不是真的，佛知道啊，我们六道是个梦，设法界也是个梦，设法界跟六道合起来讲，六道是梦中之梦，不是真的，哎，但是被吓得很可怜。所以佛也很慈悲，哎，赶快帮助你醒过来。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帮助我们醒悟过来呀！啊，醒悟过来叫佛，迷的时候叫凡夫啊。所以迷悟不二啊！啊，迷的时候是你，悟的时候还是你。那么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很重要，是借由身定故得由如是。佛门里面的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法门，修什么？全是修定。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绝对不是说哦，禅宗是修禅定的，那你就搞错了啊！只要是佛法，通通都是修定。戒定慧嘛，啊，慧开了就成佛了嘛，就觉悟了，不迷了，就成佛了。啊，慧是怎么开的呢？从定开的，心定了，智慧就现前。啊，智慧是本有的，而定呢，定也是本有的。你看慧能大师讲的好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啊，大乘教里佛家常讲，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它本来是在定，那现在你有什么不定？啊，现在你身边有一些扰乱的人，叫你定不下来，这扰乱是什么？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这三大类。哎，这三个头啊，它底下还有一些干部啊，叫喽啰啊，那是什么呢？那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东西一天到晚扰到你，让你说让到你感觉到烦乱不堪，你的心不见了。会没有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东西是假的啊！我们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被这一群小人障碍住了，你还把他当好朋友，你真叫认错了人啊！啊，所以今天搞明白了
就要下一个决心，跟他们断绝往来。啊，不再受干扰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佛菩萨慈悲，叫我们去找阿弥陀佛。啊，只认定这一个目标。啊，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啊，需要多久你才能成功呢？照经上讲的话，一天就行。你看《弥陀经》不是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到若七日。啊，那个七不是数字，七是个圆满的。那不定哪一天，就是你一直功夫用下去，你一定会达到圆满。那跟利的人呢，一天、两天、三天，那跟真利，那真有不是没有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盈科法师三天呐、啊，啊，三天念佛成就的不止他一个啊，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什么？他虽然出家了，他不守戒，不守清规，啊，是一个不善的出家人。他有一个好处，这救了他。啊，什么好处？他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他自己常常反省。出家之后啊，不守清规，造了很多罪业，破戒了。那么照戒经里面讲呢，他将来决定堕阿鼻地狱。想到这一桩事情，他就害怕了。啊，地狱进去很容易，出来可难啊。啊，所以为地狱苦。啊，这样才发一个勇猛心，啊，求道场里面的同参道友帮助他，怎么能够让他不堕地狱？就有同学啊，送给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到这本《往生传》了，非常感动。啊，每一看一个人都痛哭流涕，人家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我还在这造罪业，忏悔的心生出来了，这个好啊！啊，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愿，啊，把自己关在一个疗房里面，念阿弥陀佛。一心专念啊，不吃饭不睡觉，真干了、啊、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真的现身在他面前啊，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修行，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送消息给他了，他一听了之后啊，觉得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他跟阿弥陀佛讲，我的劣根性很重啊，经不起诱惑。他这个外面的时候财色名食睡一诱惑，我又造罪了，那我还能去得了吗？这样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啊，提出这个要求，阿弥陀佛同意了。他说好。啊，你十年寿命既然不要了，我三天之后来接引你。这他很开心，三天之后。啊，
佛不会讲假话吗？啊，欢欢喜喜的把疗房门打开，告诉寺庙里的大众，我见到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往生。寺庙里的人听了他这个话，半信半疑，啊，你这种无恶不作的人，怎么念了三天，啊，佛就接引你？好吧，好，这三天时间不长嘛，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要求寺庙大众，啊，念佛送他往生。啊，这大众当然也欢喜，我们来给你助念，是，念到一刻钟，这时间不长啊。云科法师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了，啊，向大众告假，啊，我先走了，他真往生了。你看没生病啊，就真走了啊。这个写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往生传里面决定不是假的一般人念佛绝大多数大概是三年的时间不长，只要你放得下，你一心专念，这个法门，善导大师讲得好，万修万人去。我们为什么不干？啊，为什么不肯放下？这个机会太难太难遇到了。所以这个世界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是重要的啊！对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说，应当放下，求生净土啊！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的游戏，这游戏不好玩了 啊！你已经玩了很长的时间了，还没有玩够吗？啊，要是想真正想到玩够了，不想再玩了，啊，想出去了，你紧紧把阿弥陀佛抱住，啊，决定得生呐！啊，阿弥陀佛帮助你生定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就算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的智慧、德能、神通、道力，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舍身护用啊。你就有这个本事啊，你就可以能展现在十法界啊，众生有感你就有应，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你才到极乐世界，你的无明烦恼还没破，习气还很多，为什么你就有这个能力？实际上这不是你自信的本能，是阿弥陀佛智慧威神加持你的啊！你表现出来的智慧的能呢，跟诸佛如来几乎是没有差别。这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作为细读无量寿经，你就明白了。
那么现前身体还在，真正悟入这个境界了，能不能借这个身体来帮助苦难众生呢？行。那你在这个世间就好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你不是从前那个人那个样子了，你完全变了。那从前什么？从前你自私自利，你贪嗔痴慢，你搞五欲六尘，你搞是非人我，现在完全没有。现在像什么呢？像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一样。善财童子真的正果，真的成佛了，没离开这个世界。给大家表演做样子，显现正道给大家看看。这个正是邪正的正，显现正道。53参。